欢迎收看今天的福气来了，我是十月又见面咯。我当久没讲两句话哦，看福气来，一天都有福气，有乜个好福气咧？一年一度的台湾演出音乐大赏结束了，大概两场时间吼，不管得奖有得奖无得奖的啦，因为都当到客家的好朋友，我就想讲，哎呀，必须得嘞，应该好朋友来相聚一下，我们聊聊天，打打嘴鼓的喂，不管有得奖无。我吃到了就一年一度客家运动创业的必须生辉，根本呢就当欢喜。上班我抢到夹来的来时间，我就伫镜头讲阿妹子有闲来福气来根本呢真见出来。哎，成恭喜啊！在梁山吼，伫礼拜的音乐台上，礼拜都得到当好的成绩。欢迎今边两位台来宾，我们先欢迎的是。仲伟的妈妈刘玉梅女士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永梅刘玉梅。哎呦，阿妹子你好，你好，上好，然后欢迎她最优秀的儿子曾仲伟。哎，周伟哥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曾仲伟，然后见爱妈妈，见爱妈妈，按后上出去莫讲妈妈，讲姐姐。错，我说讲玉梅姐，玉梅姐，阿妹子，看到爱半年嘞，有看天是吗？有几百块的，哎，几百块，太难，我都害羞了。本人怎么样？帅呀，跟镜头说，跟镜头说，这位帅不帅？这位动。动电影动人刀哦，你想爱讲电影，想要讲电影，叫动人刀。好啦，是梦你啦，分享你来哈。今天来好好来讲一下，讲下你来的，还讲一下样板创作的客家歌曲，好不？哎，先恭喜啊，仲伟哦，这次得到佳作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个聊一聊这个得到佳作的心情，好不好？这次也是，其实真的很难的，因为我这时候这个比赛我已经六年没有入围了。这么久啊？为什么一直觉得你每年都来入围？哇，因为有很多其他的比赛，我可能其他比赛有拿到不错成绩，但是这个比赛，哎呦，你看看评审老师，你看看他就在抱怨，其他都得到很好的成绩，就这个哈，六年，也是也就这样讲，就是说这个比赛的水准是非常高的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已经很厉害了，六年没有入围，哎，对对对，所以我每年就是积极写歌啊，希望可以有朝一日再进这个比赛。今年都很棒哦，所以今年就是运气很好啊，不要这样说，入围这样，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我觉得你应该要担心，因为今年还有一位参赛者刘玉梅小姐。哎，对对，得到佳作很高兴，先恭喜你，谢谢谢谢。不过。我只有入围。对呀，你让了，你让。哎，冇冇冇，哎，第一拜呢？第一拜终于为，第六年冇，因为你第一拜参加，什么？第一次参加哎。之前仲伟跟最将的阿婆有咧很爱写，一家是又得到个佳作嘞，一拜。还不必是冇激动眼睛，所以继续让来继续创作。跟今年嘅话特别想讲，哎，自家出来报名。因为。仲伟伊播好多首歌嘞，做在播三首天嘛，还有当喜欢那首故乡啊，去到你要想想这个动哎，某播动打赏，哎，仲伟讲某是龙爱命啊，哎呀，某乡都是你不一哈，妈妈就是妈妈，果然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不过外面泰噶观众朋友弟哈，刚刚最讲阿婆开始弟仲伟当到的歌曲全部拢。妈妈穷穷冲走，今天庐山真面目来了，都几乎是一起合作的哈。啊，双排门斗中尾啊，台湾都求蛮多首的。第那首歌叫《开始》哈，有小孩。是最将个阿婆开始的。难记得几两时啊？你因为几拢讲爱下客家歌的时间，佮即个要先下本看嘛。几毛生虾，不过几讲个故事是，我笑人，我推广我妈个下个年代当穷人，我妈妈有咩信仰啊？还是想用我妈妈当背景是写两条狗。没说你自己心情老故事啦，哈，写我妈妈这样子，给他们那个年代的。第一百下呢，还我爱写东豆，中文自己套戏，挑自己喜欢的。写东豆套，没讲自己喜欢，应该讲因为歌词是歌词，对。不过谱曲的时间，有上时个音嘛吼，无空的时间，意思都无空了，也要配合一下，互相配合。哦，所以这是浑然天成。有时候妈妈还写就是。
是有写那个就是望子成龙、望女成龙，对对对，就是写很多，还有各种杨勇雄自创公式，自雄杨勇一称逢之类的嘛。对呀、啊，几乎就是这样子。哎，好像以前隐蔽二也是一样啊。嘿，应该蛮讲隐蔽，应该讲以前就阿婆。嗯，如果这样，阿婆会发出像玉梅的妈妈一样，那个年代大家都讲这种，就是譬如说俚语啦、俗语，长辈传下来就是这些语言，就是一种文化嘛，对不对？四句联比较多。那你当初妈妈写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就是打妈妈的枪？我有跟妈妈说，哎，妈妈，我可能会微调哦，所以也很客气哈，哎，会微调，然后就删了一堆。所以昨天妈妈只能还有派的朋友来帮忙下次。嗯，没有，刚开读快写些么，等下自家来写。全部自家写。哎，因为我跟他想白天是摸嘛又想，俺不要甩么甩唔听，该是吗？晚上甩那个气球烟，那头灯有带来吗？还有年纪的人吼，就甩下色。对，又死气死白甩。对呀，头灯看电视如果都冇甩。对呀，还明显明常甩又甩唔。甩咩？对对对。你要平常是地方卡住嘛？噶。你下是吐痰吐声音了嘞。哎呀，吐声音吐牙，妹妹声音。哎呦，真健康好命嘞，还有上去做阿婆。还好啦，哎呀，我现在懂了，我现在懂了，就是他完全遗传你那个重尾，你看 still here 了又强，那个回答的方式也一样。古时候讲的创作底背度哈，也可能是因为母子的关系，有时候有一些是浑然天成的默契，知道吗？给几怪牙齿，你 fuck him， 你问，哎呀，看眼看眼，唔好讲看伊。有一点的吼，那还好，继续啦。那爹创作歌唱里，歌唱里边都有争执吗？会有？没啦，因为一开始他不会讲，嘿，不会讲，是教基啊，是教慢慢教啊，是来讲。他多年很正经懂，自己会写，会写，会写，也会讲。对，我们女生要会讲，女人要自立自强，不要哭。等他有女朋友，他就不管你，赶快出来比赛。怪简单，对，都叫。以后你还心情有没有？对头讲呀，哎，入围啊有点紧张，因为总会向我去推来推背，我会当惊，因为装下大冠嘞，上来推背，我冇当。你现在要出道了，妈妈团出道，上台哦，会惊。我讲到得奖哦，你要拍得奖的作品系乜嘅？啊，第一种作品是《傀儡》，妈妈写词，美，哎，中文，哎呦，是我写简单的诗题呢，简单，你写嘛，你国语的写嘛，哎，写爱上班的心情啊，哦，他个可能唔对哦，总为除脱音乐之外，其实个系工程师嘛，啊，工程师很辛苦哎，对啊，就是对着每天都对着电脑，每天都是写程式，真的哈，然后背后就是伟大的妈妈，金碧有机会做在糖豆。现场的版本，好啊，来，哎，来，他终于今年哦得到佳作的作品，唱嘛，很多，傀儡。打坐，我心上上班，结果我挡住了，我面上上班，结果我会喝酒，我挡上上班，让袂大眼我上上班。结果我这打坐，我思想我睡梦，结果我挡住了，我面上我睡梦，结果我会喝酒，我挡上我睡梦，我赢了全部上睡梦。哇！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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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容易下班就熟睡嘞。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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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容易下班热两三杯嘞。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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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该喊我是新老三阿嘞。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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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扫帚魔法。红虫嘞，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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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容易下班就上睡嘞。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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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容易下班热两三点嘞。快乐快乐快乐
嘞，爱喊我细心老细伢嘞，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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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扫帚魔法涂红窗嘞，扫帚该安不啦，听错爱。夹夹睡梦里，快嘞快嘞，安好唐勇个神啊！第一阵来还要动到你红茶动神气的事情，让大家分享，莫再看，待会见。欢迎真的福气来嘞！虽然讲唔系母亲节哈，但是今天请到的母子档太可爱了，让我们欢迎刘玉梅女士。嗯，台姐好，我是刘玉梅，刘勇梅。然后欢迎她，让她非常骄傲的儿子郑仲伟。大家好，我是郑仲伟。哎，阿妹子啲啲星座过来嘛，星座讲海风啊，对嘛？海风，我替拜郑仲伟讲下家风啊啲。讲开房，结讲系，跟艺讲要争嘛，艺讲私烟要争嘛，艺为谈，艺为讲，艺为谈，艺为讲，啊，这个好难啊，算了，讲我的好了。家讲嘅快咧快咧吼，一部分反映到这个中美俩工作嘅成分吼，伊听咩懂事，懂懂事衰嘛，系啊。中东热水，爱讲伊是啊，爱讲伊写了几条小歌的时候，爱讲伊上班还要紧松松啊，你莫莫要唔想上班，对呀。不过人家看，大家看到你唱歌的时间啊，就提讲啊，原来这个歌哈，词跟曲可以搭得这么好。除了是母子之外，当然还有你们平常生活的相处。你看你在唱歌的时间，你看弟弟看爱的时间。大伯有一句话讲，女儿是爸爸前辈子的情人。我现在不得不说，儿子是妈妈上辈子的情人。你看，他在看你的时候是完全是情侣，哎，烦嘞烦嘞那种感觉，就是回到小女生的感觉。好，我来问妈妈喽，李亚素哥哥全词曲创作在中北，你觉得他写的怎么样？写，还不错啦。我哦，伊个阿去读吹。出过聊转来啊，啊讲继续，用继续摆咧吼，莫用出去聊聊转，咱看看世面，看看的时候还休息，还讲了，嘿，还我讲了一大篇，嗯，结果叫我们每个月写过啊，类似。你要出去妈妈就关心嘛啊，我觉得跟别的家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不管是母子或母女，因为你们有更不同的关系，就是一起写歌，对不对？对于。阿莫吉来讲，拢总会向他下歌的吼，多年他几多年？差不多五六年啦，六年，你知道做这件事情，拢也来改变动态的地方。就是更有好有沟通了啊，其实好有。一个好嘿，一个好摸憨好转身啊哈，哎又唔敢超机，他那其实点买一要来动方便哈，是好有样来可以联络，好有联络，哎讲嘛该讲嘛，相当有联络。不过最上好像看到机啊，系啦，你啊当简单啊，你来没有个视讯啦，对哈，佮只有又憨一时会转来，哈又憨一时会转来，正女生有一关，佮几点上班然后唱歌诶。董哲伟可以是唱歌的对吗？以前唱民歌啊，就又啊又这位，前辈，谁跟你说可以讲前辈？又照顾很多，没有照顾他，很棒。来讲其他做俩事情，又唱歌诶，又上班，然后因为佮对音乐按专注，你只搞会烦恼，我讲啊。又上班是唔系啊？睇我读书诶，写诗，睇我是读书的呐，是起码要夹个毕业啊，个啥样？是讲专心做一行，有时候咧，然后夹毕业来让你做音乐，你看好的是天不动顺的，动顺的。我跟你讲，妈妈哦，真的都很厉害，她深入你的生活都有不同的方式，因为她用创作，她说哎。好了，可以写歌了，哎，可以，好了，差不多，妈妈写就好，你去上班。不过阿妹真啊，我真见我认真讲哦，估以前有一年拢唔讲哦，哎，妈，我想不要工作，我想要
专职唱歌？嗯，爱美不会反嘴啊，因为中文，你刚刚嘴唇又抖了一下，因为个性哈，handsome， 阿曼刚好。因为讲，你要做东西，你要做做是唔想做，你要爱阿曼有毅力，像安尼黑干运动，很都用很原型，黑人啊，哈哈，我像用动画，现在中文。那么也不一压力，你知道吗？中天去，啊，本意提供，第一做嘛个。系啊，去打算啊，要不然去本意自家去个样安排呀。系啊，安住好诶嘛。系啊，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住好。因为妈妈已经深入你的生活了。那今个我提来谈到妈妈，让我讲下用音咧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还是都莫。阿别太冲哈，样你系影片系系低调运动，场面话吗？唔系唔系嘅对，喊那个我很会问，的确。哎呦，你不要哭哦哈，唔卖唔卖，让妈妈消化一下。你看她都要感动了。那仲伟，你觉得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？妈妈冲水是最就是最疼我。其实我有妹妹嘛，妹妹她不疼你。如果爱弟妈妈，我觉得妈妈很疼我啦。然后像就是像现在在玩音乐也是，就是其实我之前也高中也有一段叛逆嘛，那妈妈也是就是对她会就是费尽千辛万苦就把我拉回来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妈妈，只要妈妈聊到那一段，她妈妈都会。蛮难过的，但是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但是我觉得有这段的经历让我就是成长，更珍惜，对对对，我珍惜就是妈妈这样子，妈莫哭，哎呀，干嘛哭啊？来来来，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先抱一下，先抱一下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心慌呢？哪里喊哪里来？客家人就是这样子，来我节目要哭，但是在地上打鼓也可以。不拍拍谁啦？不拍谁？这才是真情流露啊！你看，你不应按你讲。终于觉得很感动，你要为龙你心中会发龙一个，我觉得这来我节目才是很重要进一步的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仲伟来几次了，你自己说，每次他我还聊妈妈，他也会，因为妈妈今天在嘛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机会。不过讲了这么多妈妈妹妹，有一个人也很重要，爸爸，爸爸，因为是爸爸的关系，让我开始弹吉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爸爸他。我从小的时候就听我爸爸弹吉他，耳濡目染下，真的假的？就喜欢，对，就喜欢音乐。他喜欢你，非常他写首歌送我，真的假的？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我那个忘记了，不会唱，不会唱，真的哈。他有写一首歌。来来来来，可是真爸爸，哎，看镜头。真爸爸，你有看见吗？哈，记得喽，哈拜妈妈已经来了，爸爸要来唱一下给妈妈的歌，拜托了哈，甭来弹呀，我也要看你弹吉他，一定比你儿子还厉害，是不是？所以因为爸爸的关系，对对对，就是受爸爸影响，然后我就开始弹吉他，那也是就是，然后爸爸很会唱歌，所以我觉得我会唱歌也是受他的影响，这样遗传。跟你下，跟你都唱妈妈写的歌，爸爸会写吗？爸爸肯定。他比文笔没真的假的，他写的是国语歌曲，你看，可他是以前年那个民歌年代那种写一些民歌，厉害耶！那你看妈妈也很厉害，妈妈又完全深入，你就客家话来，爸爸学不到。爸爸有写吗？还有白啦，你看蜂蜜是莫咋想，蜂蜜送饭啊要。生活啊，要养家，比较美满。很摩寒园区送饭，摩寒。那仲我会唱爸爸的歌。会啊，我其实我每次爸爸有来现场听我唱歌，我都会唱他的歌。真的不要，那来一段，来一段，来来。不要说我们厚此薄彼啊。好好好，来来来。马盖狗哎，一下。很多老米酒。哦，老米酒。老米酒，哎。翻译狗呀，翻译狗，翻译狗。哎，爸爸的说，真爸爸听好了，你儿子也有唱的歌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老老呀，老老米酒，一杯又一杯。人间喜酒尽享，
欢迎最不贵，欢迎玉梅姐。老老呀，老老米酒，一口又一口。人间喜酒吉祥，欢迎最不贵。只要你沾上了一口，忘却烦恼，别离散。人生难得几回醉，好汉干杯莫怀忧。走归时那老米酒，陪我过的寒冬。哎呦，李阿叔，过去不用喝酒，我们都可以醉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。等下转来哦，出来好好来谈一下阿妹子。那李阿伯，你别过去哎哈，不要走开，待回来还有更多你所不知道的玉梅跟仲伟，待会见。爱爱故乡在哪位？江山里海水流，春天开冬花，秋天又有花，记住嘿，爱爱故乡。春风吹来桐花谢，秋风吹起牛发落。就此来来袂得，得到来袂就送去。不过都是咱阿爸，来袂送去，来袂穿，穿到来袂无故乡，有梦也是袂记人。勤俭好存心，有闲夜桐花开，山东夜当桐花闹，看花跳舞风中过，故乡黑。哎呦，你又叫我哦，太感动了哈！你要吹，你要拜你为音乐字的创作的故乡哈。哎，我刚刚有一只感觉呢，你要说歌曲嘿，放个专辑一定要找妈妈唱，就是那个高的地方，我觉得找妈妈唱会非常非常的不同，因为那个会有一种好像在山上就是。呼喊呐，然后要回故乡或想念故乡的感觉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因为我觉得刚刚妈妈加入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哎，这首歌如果加入妈妈的吟唱的话，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加分。在比赛时间你都没冲哦，有冲一听又要靠你加入，你冠军就你了。你爱问题，你爱问题。阿麦子来介绍一下，廖叔冲到你用把下廖叔搞故乡了。因为我是在新竹经，新竹在江陵跳，江陵，然后又嫁到竹东，然后就琼林那边有飞凤山啊，飞凤山嘛，还走到哎狗哎头前溪，头前溪哈，它又是专门爱养发芒草，对，洞洞很漂亮，哎洞洞，所以那种感觉，然后给我很深的印象，那种感触洞洞哈，然后。去江陵又搞活动，其实哪位安尼乡音哈，我们讲去到哪，佮
通发哈，该凤凰山每个通发，你都像啊，跌下来只是金川嘛，是去到那些你客家人是当道一样，全部很像你，因为你都像当原型当台，就是很有毅力啦，你说客家人的精神就超个啦，嘿，全部勤俭啊，为都是。照顾不看啊，这眼看啊，都咧行去涂抹也，都涂家顺咧。对，像我传心呐，就是传承嘛。这倒是真。像我这些嘿，然后就哪里传人是传下去，是因都自己。你喺妈妈的感觉啦，不过仲伟，我就要问你了，你看妈妈下如说，下如沟通，你怎么去揣摩，就是妈妈的，就是那种。在写故乡啊，在写那种他比较传统的东西，你怎么诠释？其实妈妈之前都写的比较都是传统的的作曲风这样子。那因为从小就是受到妈妈的教育，可能说哦以前的人很辛苦啊，然后对就是撒浪打饼啊，对对对，那我就有那个画面感，对，就是在妈妈的其实歌词里面都写的还蛮有画面的，所以我就就是想象那个以前人他是怎么样辛苦过来的，那我就去。把它诠释一下。那你觉得妈妈对你，就是你在唱客家歌的影响大不大？就除了创作之外，就是说告诉你教你怎么唱，我觉得在情感的部分呢，你怎么样去把那个，因为一开始你也没有那么会说，从某地台北带人给我，你用把用妈防范，要把妈妈那种，就是真的非常就是很客语、比较情感很深的那一面唱出来。你有没有做过其他什么？练习啊，或者是带来种下，还有我这个竹东是家庭是很样的传统家庭嘞，就是你当是谈的，当有感受啊。对，就是从小就是跟阿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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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长大，所以你本身你也就知道说那个情感是这样来，即使没有经历过妈妈那个年代，可是你却可以因为在客家村生活，所以可以马上就可以诠释这个歌的味道。那我就要问你喽，你觉得妈妈这首歌写的怎么样？不要讲场面话。我很喜欢很喜欢妈妈写这首歌的词，因为她词里面有提到说，梦。捆头奶就是她跌到哪里就结成纸。对对，那然后看在那边。虽然是异地，看着望向自己的故乡，那看着月亮好像越来越远，因为这里也变成了自己的故乡。对对，就是越是故乡远嘛。对，所以就觉得说，哦，妈妈写这首词真的写得很棒很棒。我很可惜我没有，没有，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，因为我也很开心可以听到啦，对不对？搞不好可以收录在你的专辑下一张专辑，没有更多转型，恭喜哦，来转型，慢慢接近要完成的阶段，对不对？年底客家全客语的专辑，对对对，现在正在混音当中啊，正在混音当中，哇，恭喜你耶！就大家就期待你发片的日期，最重要是这一次里面的词几乎都是跟妈妈的合作了，对对，所以钱要分一些给妈妈，好好好，没问题，还有奖金呢，那也没问题啊，奖金呢，妈妈看到哈，看到仲伟底下。对，第一前他在譬如说法语歌曲的比赛，就当好的成绩，然后自家又来唱自家的母语，对人来也唱了客家歌，感想怎么样？唱客家歌好优美，还蛮辛苦呢，因为在就是比较小一点啦，因为是客家庄，哈，每个人动动，哈，发声好，慢都音长，所以中文讲。把握每一次要可以上台的机会，小恩来了天台啊，一冬天啊，来来来呀，对，会可以，还有他来唱歌，一旦唱歌很稀，你很高。刘玉梅小姐的时候，你来哼起了，我来讲，你听着的哦，我跟我讲，福气来动动眼看，啊，记得阿妈见面，下摆哦，唔好记得滴滴阿咪，滴滴阿咪。不过时间够长嘅，吼，我没想要问仲伟，吼，就是说，你刚才也说到妈妈从一开始就是你看你也没有就是很叛逆啊，然后到现在跟妈妈的感情这么好，也借这个机会，因为之前我记得好像是来这边，我来唱几多江头弄讲法，几多讲妈冇出来，你哈问你妈妈的两位，来妈妈转过去，你有什么话对妈妈说？应该我觉得我现在有。就是我开始接触母语创作，真的都是妈妈的功劳。然后，爱开始恭贺妈妈，妈妈开始的，嘿，不少爱紧紧动心哦。
东西蒙男妈妈对爱照顾这样子，就是像在家里也是都把家里做得好好的，然后那个就是爷爷奶奶都非常喜欢妈妈，对，就妈妈真的是很顾家的一个，她是非常就是很棒的客家妇女的代表，对对对，那妈妈也真的很认真，就是为了为都爱为家吃，给捆豆豆树啊，捆字典啊，那种就是对对对，就看更多的东西来为了让我有一些歌词可以，然后一句一句慢慢教，一个一个字慢慢念。真的，对对对，所以真的，我真的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，现在才能报答妈妈。没有，还得继续走，又帮你了，帮你了，来来，你太懂他。很第二个叫结婚，用声也要用白。来来，阿杰白看到几多个 Facebook 上白呢哈，该写都按眼睛哈阿小。我很欣慰，还给买小留言，可是俺爹嫌嘛，还给买小夸赞，莫你啥都爱来按擦皮，没，哎，妈妈就是很谦虚，对，你还你正经就懂腔，你猛腔。我跟你说，有很多就像妈妈讲的，就是客家人都是这样子嘛，就是比较内敛一点。这样好了，节目要结束了，我们最后深深的拥抱。代表千言万语，可以吗？吉他拿下，来来来，好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好，来跟妈妈拥抱一下，我们做一个很好的，哎呀，拍手啊，好，弄得很像很不熟，有没有？今天真的，我真的，哎 ，OK， 那就是好好写更多的歌跟妈妈，好不好？什么娘们记，谢谢仲伟，我们期待你新专辑，现在你在来哦。好吧，好啊，收看我们停不起来了，好不好？谢谢泽伟。后来什么亮啥？好，有喊这个来亮，好吗？好，谢谢，下次见，好，拜拜。